嗨，晚上好。怎么一进来就好想李泽言？你们想他也没有用，他又不在这儿。好突然，很突然吗？我刚睡醒了一觉，然后过来直个播，就准备卸妆睡觉了。毕竟今天化了妆，还是不能浪费这个妆容，是吧？跟大家聊会儿天。大概聊到7点半吧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吃了吗？吃完饭了吗？现在已经7点13了。听我外面乌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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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声音可大。我像刘亦菲啊，对，我像刘亦菲，是你说的对。我吃了吗？我吃了。发送了一个表情，吃饭啦，吃了吃了，吃过了。0下8度，你在哦？0下6度，你那地方在哪儿呀？怎么那么吓人？这几天是全国都在吹风吗？我看这两天看热搜，说北京那边的那个妖风吹的，就是快递也不是，是外卖员。外卖小哥的那个都走不了，走不动道了。谢谢谢谢，0下20，你又是哪儿的呀？我的天呐，你们那边怎么都那么可怕？对啊，我在广州啊，我都上了2场公演了，我怎么可能不在广州？北方穿棉裤。啊，好吓人啊，这个风。只有在屋里暖和了，但是广州也没怎么开空调了，现在因为广州降温了，已经还挺冷的。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好冷啊。对，全国都要降温了，这次广州也不例外的要降温了。穿着棉袄棉裤出现在白云机场，哈哈，你是不是这位朋友是不是对广州的天气有什么误解？天呐，太可爱了。上海很冷吗？哎，冷吧冷吧，全世界都冷起来吧，该过冬天了。对啊，我现在晚上我都得点蚊香，因为广州的蚊子真的是太可怕了。昨天晚上我就在那边坐着，就我感觉我的脚上都被咬了几个包，太可怕了。广州冬天冷，但也没有特别的冷，反正还是冷。从沈阳上的飞机啊，你们都下雪了呀！天呐，好羡慕。我就前几天去川西的时候见了一点雪，就一点点儿。对啊，蚊子很喜欢我，但一旦我身边有其他特别招蚊子。喜欢的人的话，我就不会招蚊子喜欢了。已经白雪茫茫了呀，整个世界都是白色的，是你们东北吗？你们东北吗？你是东北的吗？谁不讨厌蚊子呢？谁不讨厌蚊子和蟑螂呢？哇，昨天，昨晚下大雪了，
天呐，好羡慕！今天的风真的好大啊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，就是能就是吹到我整个窗户，就是乌啦乌啦乌啦的那种的风。你为什么一直在打问号啊？奇奇怪怪。不是晚上，从早上就在吹风了，早上吹，中午吹，到现在还一直在吹。9级大风，这么可怕吗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，北京。那北京现在外面人还上班吗？我反正还是睡着了的，就看今天晚上能不能睡得着了。深圳为什么还不吹风啊？所有的叶子都吹掉了，哦，这么吓人。我吃饭了。思密啊。看情况吧，我想起来就会看，想不起来我就不会看，除非有人会提醒我该看私密了。哦，耳塞其实你们可以选择，像之前我们因为楼上装修的话，我们就戴耳塞还挺好用的，但现在都没有。但我现在就没必要用耳塞了，因为。没必要的，听到了吗？呜呜呜！我现在不需要用耳塞，我睡得挺好的。我晚上现在不用耳塞，我都能睡得很好。班啊，看看假发套，假发套。你们以为今天那个下面，今天我吹的那个是假，是那个今天吹的那个假发是姐姐她在那做染发的试验，然后我去看颜色，然后就她洗完头，她做造型，我就在那吹头发，然后看颜色，赶着吃午饭，为了看颜色，然后就吹。搬啊，要搬啊。听说今年年内就得搬，我好崩溃啊！我看着我房间这些东西，我就很崩溃。哼，那倒不用，我不喜欢入耳式的那种耳机，而且降噪耳机我已经有一副了，新的 AirPods 就算了吧，那个玩意儿太丑了，不喜欢。对啊，我想问一下公司，我可不可以单独找搬家公司帮我搬？我寻思我自己搬，我绝对搬不来，太复杂了。还好在一个镇内。对，搬家公司是专业的。他可以帮你把东西整理好，而我觉得整理不好的。唉，反正到时候问问呗，我是挺痛苦，我反正不想搬。对呀，这地板还挺好贴的，说实话，挺好贴的。没办法哦，这房间这么多东西，唉，难搞哦。挺好的，很紧张。对啊，为什么不做一个空间位移，直接房间的东西平移？哇，那真的是太酷了！能不能那种直接空间移动？
呼，然后就过去了。我的掉毛怪，它不是掉毛怪，它以后啊，可能年后带过来吧。哦，任意门也挺好的。哎嘿，干嘛？对啊，所有成员都要搬啊，不然呢？不然呢？以后这个地方听说就要建商场和酒店了，我倒要看看他这里建商场酒店会建成什么样。听说在招商哎。那可不必了哈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以后我估计我们这个房间可能还是会应该是酒店，应该是酒店，说实话。哇，谢谢。就怎么说呢？因为它这个本来就是有，这不是要修个什么希尔顿什么酒店吗？我也不知道几星级，反正之前看那拉了个横幅，红色条的那个横幅，然后说这里就是说什么希尔顿欢朋酒店，对，希尔顿欢朋酒店，所以到时候我估计我们8、9楼肯定是要改酒店的。对，我这周不在，这周要出外务。人家几百住一晚，我们住几年，但他还是要得赔钱啊，因为我们装修了不少东西，他肯定那边肯，而且他们是违约了，我们本听说我们这边本来是，人家签合同都是签了好多年的，还没有到期呢，然后他们提前让我们走的话，那肯定是他们违约就要赔钱什么的吧，我不知道是正宗的希尔顿还是什么希尔顿，反正它是希尔顿欢朋酒店，上课。这还是个学生党，会做饭吗？我会做饭啊，我真的会做饭，我会做饭。我不知道远不远，我甚至连我们中心在哪儿都不知道。拆迁户血赚，这里没有拆迁户哎，这里都是原住民吧？我可以做饭啊，我真的会做饭，大哥。看看我这个样子，就是一个会做饭的样子，好吗？我如果不会做饭，我从小到大，我如果不会做饭的话，我早就饿死了，好吗？家里的爸爸妈妈要上班，中午在家只能靠自己做饭，好吗？嗨，我是相当靠谱的人，好吗？只是我做的不多而已，看着像是别人做饭，还是没有吃面，没吃上面，不是独立啊，就爸爸妈妈要上班啊，中午没人在家，只能自己做饭，然后，哦，也不是不在家，就是爸爸妈妈，下班下的比较晚。然后你就得自己在家做饭，做饭，然后他们中午回来吃饭，我也要吃饭。那时候怎么有外卖？哪有外卖呀？哪有什么外卖？那时候，嗨。以后我家要是有小孩，如果是男生就必须要学做饭，如果是女生就不用了。人家都说四川的男娃娃不会做饭是娶不到媳妇儿的。为什么女娃不要？我哪知道？反正我跟你说嘛，我家。做饭超好吃的，
我爸做饭就很好吃，我爸、我爷爷都会做饭，而且做饭都是很好吃的那种。然后我家里还有一个伯伯，大伯伯是厨师，反正就这样之类的。四川那边可能从小到大教育男娃娃都是要听老婆的话吧，然后要好好照顾老婆，要宠老婆吧，然后还要会做饭吧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嗨，可是呢，哎，有个问题就是，哎，现在四川的男娃娃不好找啊，你们都懂的。你这就送你去新东方烹饪学校做饭，这么厉害的吗？可能是因为四川男娃娃都喜欢四川会做饭的男娃娃。成都比较严重，对，真的，我这次回去我看了一下成都的，我感觉好遍地是姐妹的感觉，尤其是春熙路太古里那一节，我的妈呀，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然后穿的非常的妖艳，在那个路上走着，我真的觉得佩服。没有，哦，我还听我朋友讲，我朋友她说她有一天跟她男朋友出去吃饭，然后跟她，然后还有另外的一对朋友，然后那两个是一对，你们懂的那种是一对。但是我朋友是女的，我朋友是女的，他们俩是正常的啊，正常男女朋友关系啊，我是他说的是另外一对的关系，另外一对就是说那个小朋友对那个大朋友很凶，非常的凶，非常的怎么傲娇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我朋友她男朋友就问了我朋友，就说了一句，他说。你这个朋友居然敢这么凶的吗？他不怕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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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吗？没有，就是很凶的那种。他说，你在四川，你这个朋友居然敢这么凶，反正就怎么这个意思吧，就，在成都，你这个朋友居然敢这么凶，反正就大概这个意思。什么什么什么嘛，就不说明了嘛。不是一很凶，是另一个，是很难懂的啦。就是其实大概意思就是，那边的一那么少，那个邻居还那么敢凶那个一，就这个意思。就大家都知道遍地飘零的话，那一就很少啊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好了，不，好，好了，换个话题。再见。没有，我也是听我朋友讲的，我回去就老听，我回去就听到他们在讲这些问题啊，然后就听听故事嘛，很好奇嘛。哎，我房间里有一个一，你们看，上面有一个一飘过。好了，不是我自己，是我朋友，我的一个女性朋友，是我，就是那个，
就是那个很牙尖，然后帮我追回6500的那个朋友，我好像暴露了金额，就是帮我追回了我的钱的那个朋友，就帮我把钱追回来的那个朋友，他跟我讲的。啊，没事了。换一个话题吧，下一个话题，下一个话题，Next one。Next，不要再刷了，我妈会看到的。嘘我也想吃面啊，可是我没有面吃。我本来我想点一份面，可是我觉得，哎呀，没有达州的面好吃。我这次回达州都没有吃成面条，达州的面好吃。哦，我这次也没有吃成七星饺，什么都没有吃，然后就回来了，就回家10多天吧。9天多在外地，然后只有几天在家里，好多东西都没有吃成，我甚至连城里都室内我都没进过，我都没有离开过南外和西外，我北外也没去过，室内也没去过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是达州市区啦，但是基本上市中心都会被我们统称为市内。我妈只查我的水表啦，嗨，只能过年回去再好好吃一吃喽。南外好吃的多呀，南外有一条好吃街，一条街都是吃的，然后仙鹤路那边也有一条街是吃的，仙鹤路沿边也有一条。是吃的，很多吃的，然后再加上很多后外面开发的地方，很多，哎，反正达州遍地都是吃的，你们自己去看就知道了。我，你们觉得我会查水表吗？你们看我像查水表的人吗？我要是会查水表，我可能，我要是会查水表，我可能，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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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没有啦，哦，我还有一个这个，我等会儿可以煮来吃。小高给我寄的，香辣味的陕西凉皮。他上次去看那个剑网3十周年那个，然后帮我把东西。奖品寄过来，然后顺便给我寄了2包凉皮儿，我等会儿可以弄这个吃。上次吃了酸辣味，然后这次，诶，保质期180天是半年，对吧？哦，那还没有过期，等会儿弄来吃。我双11买了一个显示器，因为我的桌子它太，就是放电脑桌子它太大了，以至于我把电脑放在那个桌子上，我太远了，有点远，我就看不清那个，有点看不清那个屏幕，然后我就买了个稍微大一点的屏幕，然后我现在觉得好适合用来看电视哦。但是，我好像买的有点太过于大了，没有34那么大了，没那么大了，
所以我现在，我连那个包装盒我都没敢丢，我就放在了那上面，我等搬家的时候，到时候再拿出来用，再把它装回去，再搬家。我跟你说，我的这个蛇皮袋还陪伴了我多长时间，就不说了。网吧都这个大小，但是放在家里就不对了呀，那个大小。嗯，真的是拿来用来看电影、看电视用的。2天没见等于6年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。好的。咱们争取在第10年的时候见一面吧，开玩笑。投影仪，我这地方没地儿投影啊，我这个墙，我要怎么跟你说，我这个墙都是满满当当的，它没有地方可以投，没有地方可以投影。除非说我把这个钢琴还回去的时候，我这面墙就可以投影了，但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要搬家了。投窗帘上，这个窗帘，这个花咕哩兮红不拉几的窗帘，你确定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已经忍受这个房间红配绿忍受了2年多了吧？这红配绿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很绝，我当时真。没注意这个窗帘是个红的，我是住了多久之后我才发现这个窗帘是个红色的。我当时一心就看到这个绿色的空间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以后有房子了什么的，千万别刷绿漆，千万别刷绿漆，它太吸光了。同色同等的黄色、粉色的房间就会亮很多，而绿色的房间，因为绿色它真的太吸光了，黢黑。就真的很黑，谁会刷绿色啊？广吧，看看呢，广吧刷的绿色的墙，绿色，绿色的，这有滤镜啦，但是你看我头顶上那就绿色了，嗨，你看这就绿色，这里绿色，绿色的。他刷了3个对的对色，红色、黄色还有绿色。哦，以前楼下还有紫色的，好像还是什么。对，我头顶是绿色。好啦，哎，我已经41了，我要准备关直播了，再见，我要去卸妆，然后等会收拾行李了，再见。我要收拾行李，我不想收拾行李，拜拜拜拜拜拜。